小辣椒，你像我这样做能吃十个大馒头。如果你再学不会，我开着火箭去你家教你。准备把新鲜的小辣椒给它清洗干净，辣椒洗净，控干水分，去头，切成小丁。切好的辣椒放在碗中，打入两枚母鸡蛋，加点盐、鸡精、十三香，少许的普通面粉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锅烧热，放入食用油，放入葱姜蒜，炒香，放入辣椒，用勺子按压成饼状，煎至底部金黄，翻过来煎另一面，然后给它炒碎，出锅淋点生抽，翻炒均匀，家常小炒辣椒制作完成。无论你是加个馒头加个饼都老好吃了。学会的给个双击关注，感谢大家支持。